好，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周日，就是美国传统合家欢聚的复活节。那么今年呢，正好是27号。为了让华人也能一起体会节日的气氛，纽约商场富顿广场1号特别规划了复活节乐园，邀请小朋友们一起来寻找彩蛋，提前过节。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社区的大小朋友，因为我们知道复活节其实在西方节日是一个比较基督教的节日，可是在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人小孩共同参与的游戏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很多个适合亲子共流的游戏，包括像找彩蛋、还有彩绘等等，那希望能够合家大小一起来参加。好，可爱的复活节兔子，还有各式缤纷的彩蛋，透出这种浓浓的节日气息。商场表示，3月26号星期六活动当天中午12点开始，民众只要到场就可以免费来领取几张卡，领取这神秘的礼物袋。小朋友们呢，还可以参与有趣的彩蛋彩绘，还有复活节兔合影的活动，欢迎全家都一起来体验。